今天家里来客人了，所以要捞一条大鱼。是吧？喂吧，八呀。你叫邻居的大叔来帮我们捞。那你熬了呀？刚才我们用这个大网网不到，现在要去拿那种更大的那种可以撒下去的网，然后把它罩住，再拉上来。叫外爸妈丢到路上去玩吧。打抖又累。弄得都是叫弄得都是叫弄得都是叫弄得弄得了。哎呀，这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要两条吗？你放在那里别动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买不买呀？硬的太了，小心啊！哎呀，不买喂，等等。呜呼呼！别带回来的。来过又了，分就多了。这么重，这鱼应该养了三五年了，这么大一条，这条都可能有七八斤。嗯，那条大。不要给它买下来。你见过这么大的草鱼吗？印象里没有，我倒是没有的。很少啊。